感觉原来我的爱也可以这么内敛，真好。嗯，是爱无国界，爱无性别。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的林晨曦，以及女配角奖的陈雨希，好漂亮哦！以及制作团队。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刻，在国外也有许多亮眼成绩，其中还曾获选美国综艺报年度最佳国际电视节目，与韩剧《鱿鱼游戏》并列，成为唯一入选的台剧。这次金钟更入围了迷你剧集奖、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导演奖、摄影奖，期待今晚能够满载而归。耶！让我们欢迎现在访去的是原子邦尼，还有无声之地不下雨的视觉特效梁晨曦咯，陈雨欣以及邓一涵导演，欢迎。哇，你们颜色也是配得很好哎，一紫一黄非常亮眼。好，一样呢，先问两位，因为这一次有很多的同性 CP， 那两位也是，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们觉得 CP 在戏中的相处或爱恋关系是什么呢？嗯，晨曦先讲好了。我们的对戏中的关系，你们的 CP 的关系，就是有关系啊，哦，就是要我们看戏，对不对？虐爱啦，错爱啦，你想象得到的爱都有，好复杂的感觉。哇，因为晨曦在里面对爱比较害羞，比较胆怯。那是雨曦，你说嘛，你们是什么样的 CP？ 来，我们就是属于从被虐到就是相爱的一个过程。其实很感人，我看的时候也是常常跟着你们热泪盈眶，哎，是真的。谢谢谢谢。但我觉得特别的是啊，晨曦，因为你在戏里面对爱有点胆怯，但是你本人是一个为爱非常大胆、勇敢发声的人。你演一个跟自己这么不一样的角色，有没有什么心得或是意义啊？就感觉原来我的爱也可以这么内敛，真好。嗯，是爱无国界，爱无性别。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刻，第二季在筹备当中了，大家请好好期待了。是的，你看我们第一段就这么好看，所以呢，我们进一下广告，待会儿一定要回到我们第57届金钟奖星光大道现场喽。我们待会儿见。今天就是非常开心，可以穿到林立的那个礼服。那它这个礼服是永续时尚。那这个永续时尚，它就是用宝特瓶再制的。那我现在搭配的珠宝是 The Beers， 它是一个伦敦的品牌，它也是用比较负责任的方式去开采钻石这样子。